一直做这东西，我知道怎么做。哦，小崔是你弟弟，刚认识你母亲。对对对，哦、他给你打包的，不是。哦，行、哦。哎，他不是在奥瑞冷吗？我们公司以前在奥瑞冷，嗯，因为这个靠移民海港进盟啊、嗯，这边送货很方便嘛。哦，在你们家带来也方便吗？你不老在百家门口那个什么吗？团购吗？是不是？对，以前一直那个，因为以前公司没在这里，在二层。嗯，煮的时候不能煮时间长了，会缩水、缩掉，会不会？